出席在南投林妈庄的林王爷在国书馆台湾文献馆办理静心住宅林王爷个人创作展。林王爷指出，伊创作超过30年，因为故乡在南投第一届办理个人展览，就选在遮举办。内容包括国画、佛教、山水以及书法等68作品，欢迎民众前来参观。我妈妈在这里哦，给我怀孕的地方，就是每一个傍晚的时候，她都会煮一大锅的饭出来，啊，那个邻居的小孩子都寄在我们家。故乡这幅画是林王爷以南投市永丰里的祖厝为素材创作的作品。伊指出，因为对母亲的思念，以及常常想起细汉时阵辛苦不过甜蜜的回忆，干那咧叫伊登到故乡，所以就将第一场个人展览选在南投举办。中华路的往来公司，迄条路就是阮的旧厝路掉去啊，去红路掉去啊，啊，所以咧，我特别来怀念这个故乡，所以咧。这一回呢，我会来个展，静心自在这个个展，我感觉我足有意义的。对我来讲是人生，就是那成功这个写历史啦。我就是土生土长的南投人，所以今天回来自己的故乡创作展，意义非凡。国书馆台湾文献馆长张宏明讲。林王爷出世在南投林妈庄的农家，因为家境较困难，小学毕业就去学裁缝，并到台中开店，在社会中也有一番作为。等太囡仔大汉啦，林王爷才去学写书法、甲画国画。首先拜艺术家雷公培为师，后续嘛，阁有向国内外几老位老师学习创作。这个王爷王老师哈，这是他个人哈首次在我们的文献国史馆、台湾文献馆来举办哈。那因为有这样子一个因缘，是到他的有机会到他的画室，看到他已经有挂了非常多的山水风景花鸟，那这样子的一个画作，我觉得是非常赏心悦目。说你这个不来我们馆内办一个展览了，实在是可惜。透过这样子一个画展，而且画册，他能够将他的一个。一生里面的所谓的这一个绘画的这方面的心愿达成以外，也能够记录他自己一个彩绘的一个人生哈。林王爷的个人创作展现在当地文献馆群岛红华的电视展出当中。林王爷表示，希望透过展览甲乡亲分享创作的快乐以及交流情感，欢迎大家前来指导。记者陈世昌报道。